来晚安。你有空吗？我们请你吃饭。我们俩。床。是不是这样吗？小点声。其实我是想说，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台经理，你一球员。泡网球能养活你自己吗？未来可以靠自己赢出来。20出头，靠一把拍子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我会努力成为你的底气。